我是舒婷呀，谢谢阿哥。来，我们音乐停一下。感谢我们燕归哥哥，感谢小阿哥，是我们开源哥哥，欢迎景泰哥哥，是我王哥。是啊，都播了四小时了，心愿单压根就没点呢。谢谢黑风雷，来与不来。好 ，OK， 来我们说，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？送给大家，你来与不来，我都在等你。欢迎可乐哥，欢迎我们醉清风哥哥。不管，其实真的，不管你们来不来，我都在直播。每天早上九点钟啊，每天早上九点钟，大家可以锁定一下舒婷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早上九点钟，看看我是不是迟到，看看我们今天人气有没有比昨天多一点。我们喜欢舒婷的呢，我们可以点击舒婷头像，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，只要点了关注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粉丝群啊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群里面，一起玩，一起嗨。黑风铃不行，我撑不住了，人家播了好久了。唱跳真的挺累的，我饿，主要是我的肚子好饿啊，人家好饿啊，我的肚子好饿。起舞春，你怎么老是放原唱啊，大哥？等你一起看小草长出新绿。黑风雷是谁的小号啊？黑风雷是谁的小号？欢迎墨西哥。你们中午吃啥呀？给我点推荐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用这首歌的时间把赞赞点到60万，可以不可以？一起点点输赢，点点赞，我们每个人点100下。来，每个人点100下，我们把赞赞戳到60万。在等你，等你一起看小草长出新绿。还记得那年杏花烟雨，人海之中你我相遇。
喜欢我长得好看或者喜欢我的身材的，我们都可以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我下播啦，三星哥，我马上下播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星耀哥哥的关注，也谢谢星言哥，谢谢大家。优秀的不是我，优秀是你们啊！我唱了一早上，你们也陪我陪了一早上，大家也辛苦啦。特别是我们做场控的，我们阿虎。嗯，我们今天三星哥也陪了我好久啊，然后我今天认识了很多我们的新朋友，简单的爱，还有我们秦丫头，啊，今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啊，很高兴很高兴。我们每天来换个音乐好不好？把我声音换成说话模式，然后把音乐声音关小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是每天早上9点钟开播啊，每天早上9点钟，喜欢我的我们可以准时来到直播间。好不好？反正我不迟到，你们来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8:59就开播，9点钟一定进来我直播间，欢迎一切随缘哥哥。那么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拜拜，值班去喽！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红红火火。